好，先讲祝福的话。就是是祝那我要送的人吗？喂。祝他在教会的事工都能够。好明显呢。对啊，祝。好明显。笑很大声。教每个人都有教会的事工啊。对啊。对了。就是。可以再努力一点，可以再努力，还是全部努力，就是上帝的恩典满满，在他的生活当中，然后就是祝他可以，对，没有啦，啊，找到了啦。这里他的住他们家也可以，他们家很幸福这样，对。那个哎，什么重点吗？他好可以讲的，好，这个人形容，糟糕的人没瘦瘦，这人头发，你怎么知道？软软的发，直发，你是我的。软软的，然后有点大，头有点大，头皮，然后头发有稀疏吗？应该很软，哎，像蛮软的。他的头发是不浓密，不浓密，不浓密。谁不浓密？我没有秃头，你怎么头啦？然后我知道你在谁了，不是啦。然后我觉得是谁？不会烂啊！哦，因为我最近好像有点掉发，点很难吗？要睡觉了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好难猜哦。很难猜吗？头很大，近视 ，yes， 近视。近视加容吗？大家都近视啊，奇怪。可能就是那个头发很少。仲轩吧。仲轩。很帅吗？长得像阿捞。每个人都很像阿捞。然后，爸爸是长老。曹仲阳，啊，是他。对，他头很大哎。他头发很多啊。好，曹仲轩。啊。头发不浓密，哎，你们要花钱讲有送的礼物吗？对啊，好好讲，为什么要送那个？没有啦，就是这礼物是很实用，你可以拆开来，就是让你的生活有点趣味。这个是让生活有趣味，然后这个是让生活很便利。你要先看哪一个？我烤肉还比较好用呢。先看趣味的。这是便利，这是方便，哎，不是方便，这是热色带，让你的生活可以多一点空间。好。好神秘哦。保鲜膜不会多一点空间。把它拉开来之后，可以放哪里？不知道。IKEA 的吗？可以挂在门后面，它可以加在门，它可以挂加在门上面，然后它是那个挂钩，对，可是它是不用粘的，它是直接夹在门上面的。嗯，对，那这个是可以 everywhere， 你可以放在浴室，你可以放在你的 everywhere， 对，只要有门的地方都可以挂，因为它是防水的，对，然后它还是有重量的，而且要小心，这个要玻璃的吗？对，玻璃的。玻璃杯，对，趣味的，会倒来倒去的杯子，要小心哎，立不起来的杯子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真奶的吗？不是，因为看这个，什么？蜡烛，香氛蜡烛，哇，然后这个香味是很中性的，它是很 man 的味道。它是
对，它是圣诞树的味道，然后还有那个圣诞树的味道，我们可以闻吗？圣诞树跟一点那个可以闻一下那个什么香柚，对，香橙的味道。好，你们要照相，真的不错哎。好，快点照相，拿礼物。还有那个，还有这个保鲜膜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谢。